欢迎来到零零音乐教室。那这就跟这个女生就是我们今天的学生哦。你要告诉我是谁、啊？她叫零零。那我在家里叫什么名字啊？你在家里叫小猫咪。好啦，那我是玛丽小羊，弹一次。玛丽的小羊。玛丽。这里，咪咪瑞哆瑞。的啄木鸟，来，那老师先弹一次给你。这里的啄木鸟。重复的哆哆哆。好，那这就是 P14 页。好，钢琴弹唱。好，来，萤火虫来。再来，我们要谈的是这个儿童节礼物。那我先弹一次给你听了。第二十二页，对。
好，那我来算你今天所有的点数。然后呢？这是妹妹的点数卡。对，她都可以有一口气弹出来。好，你得到11点。回去算算8+11哦。好，你今天很棒哦，孩子。哎，孩子，好，下课咯，拜拜。这个是要带去家里吗？对，带回去家里练。好，拜拜。跟老师说声拜拜呀。拜拜。拜拜。好。希望我的一片记得帮我一个喜欢，还要记得订阅我，那么下次见，拜拜。奇怪，老师，哎呀。